行，OK，好啊，谢谢大家上来参加啊。今天这一个，我们是每周三都会有一个啊这样子的资源分享啊，可能主题是不一样啊。有时可能如果没有什么主题，我们也可能取消。通常我们都尽量的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活动，让大家上来去问一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的是讲关于这个初选，就是5月16号的这个选举。啊，我们就是啊，邀请到市政府的啊，于山啊，等一下我让他自己介绍他自己了。我们今天主要的都是用国语去讲的，OK。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尊重我们的 guest speaker 哈，就是大家啊，我们是分享，OK。所以有些可能是对，有可能说啊，不是太就是也不是单一的怎样子做啊。当然啦，就是有不同的方法去。就是去主要就是我们是想分享的，OK 啊，现在每一个人都是就是精英的，OK。如果到最后的话，我们有问题环节，你可以是用聊天把问题打上去，也可以是举手，也可以就是把你自己的麦克风就是打开，OK，这样子就可以问问题。就是如果是不知道我们是谁的话，我们是费城华富发展会 PCDC，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我们不是政府部门，我们只是希望可以去就是连接不同的资源，让可以为社区的去服务。我们是已经是1966年，所以是60多年了吧？OK。然后我们现在是有两个地方的，我们做服务的是在我们301 North 走街的北走街。我们这个是一开始我们基本上很多年都是在这个办公室了。我们还有一个等华中心，OK，这个主要是我们做活动的时候会在这个等华中心，就是如果开什么课还有就是可能有什么活动筹钱这些都是在这个大厦里边的。我们有不同的服务，我主要负责的是这个家庭服务的，OK，基本上帮申请福利买房怎么买房？我们不是帮你买房，我们是教你怎么去买房，哪里可以拿到补助，还有就是一些福利方面的，就是有什么问题。那当然，我有其他的同事负责其他的项目。这一个是我之前在微信里面分享了主要就是今天就让我们有时候我们这些资源分享是会录下来的，OK，所以大家是可以看一些你的，看看可不可以分享去，对，OK，就是有一个连接，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做什么了，然后我如果有上传到 YouTube 会有连接，然后有 PPT，我之后遇上我会问他拿这个 PPT，这样子大家可以回去去看的。OK，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公众号的微信，是每周五会有一些文章发出来的。OK，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扫码去跟进我们的微信。OK，所以我说了就是这么多了，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于山去讲他的部分。谢谢平。大家早上好，我是选举部门的周玉山。那首先我想要谢谢费城华富发展会提供的这个空间，让我可以分享这一次选举的事情。那另外就是我也要谢谢东北费城公益协会及亚裔联合会的帮忙，一起推广这个活动。那我知道我们都是大家都是新移民，然后对于美国的选举制度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那我希望借由这次的分享，可以让大家更深入的知道说，至少宾州或者是费城的选举是怎么一回事。那让我先分享我的荧幕。大家有看到我的那个 presentation 吗？有，好，那我 OK。我的，等我一下，好。那首先呢，再次感谢大家来参与。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公民，还是说你有打算要成为公民。可是我自己个人认为，如果可以提早认识或是提早了解这边选举的制度的话，也可以帮助将来我们成为公民之后呢，更
更准确的知道这边的选举是怎么一回事。那我这一次主要的分享主题呢，第一个针对这一次初选重要的日期，还有如何做选民登记，再来就是邮寄投票的部分是怎么一回事。另外我想要呼吁，如果有兴趣成为投票站工作人员跟双语口译员的话，应该如何做。接下来再稍微解释一下这次选票上面会有哪一些公职的候选人，以及宾州的选举是怎么一回事。不好意思，我的荧幕好，我的那个好像有点慢慢的。首先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部门。我的部门叫做费城市政府选举委员会，那专门是负责费城市的选举跟选民登记的。那每个当选的委员呢，任期是四年，那他们的任期是跟市长还有市议会的市政选举是一致的。所以呢，今年的市政选举呢，你也会在选票上面看到市政府选举委员会还有市长跟市议会的议员们，还有其他的公职单位。那另外选举委员会呢，主要是负责制定跟执行部门政策，并且我们会根据联邦及州的选民登记及选举法来管理选民登记跟进行费城的选举。首先我想要呼吁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在社区里面听到很多同样的声音，就是当我跟大家呼吁说你们要记得登记做选民登记，要记得参与投票，他们都会觉得说，一般人会觉得投票并不重要，或者是我们的意见并不重要。可是问题是，参与投票其实也是让大家听到你的声音，而且作为美国的公民，投票权是你的基本权利之一。很多人他并没有这个权利的，可是只要你是美国的公民，这个是你的基本权利之一，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利用。那透过选择最代表你观点还有价值观的候选人，也可以来帮助我们一起创造跟一起塑造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社区跟国家。所以投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这一次五月份的不好意思，Yu-Shan，我就是想打断一下，就是想说一下我刚才没有说了，就是现在我们在总共是16个人在这个 Zoom 里边，可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听完之后，可以跟你身边的朋友、家人去分享，就是鼓励他们，就像可能说我登记投票了，还是说我投票了，这样子他们身边的人都敢，就说我听到很多人都说投票了，那么我也要去投，还说我还要登记去投。就是希望大家，可能我们现在对战是可能14个人，可是我希望你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消息去分享去。Okay, 好，Yu-Shan你可以继续。好，对，谢谢平。那这次呢，重要的日期呢，主要有三个。5月1号是初选前登记投票的最后一天。那5月9号呢，是如果你有想要申请邮寄选票或者是缺席选票的话呢，必须在5月9号5月9号之前申请。那这一次初选的日期呢，就是5月16号。那如果你是申请邮寄选票或是缺席选票的话呢，你也必须要在选举日5月16号当天晚上8点之前交回你填好的选票。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说选民登记的部分。那如果你要在费城登记投票的话呢，你必须符合下面三个条件。第一个，你在下次选举之前呢，至少有1个月的美国公民身份。第二个，你在选举30天。至少是费城还有你选区的居民，然后还有你要年满18岁。那所有符合资格的公民呢，必须要先提交所谓的选民登记申请表才能进行登记。那这些申请表呢，也必须在选举之前的15天由我们办公室收到。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前面有提到其中一个重要的日期，就是5月1号，就是你登记选举登记参加选举的最后一天。
另外选民登记的方法呢有三个，第一个你可以上宾州州务院的网站去申请，那第二个你可以亲自到现场申请，到我们选民登记处，还有我们位于市政府的费城县选举委员会办公室登记。那另外一个，你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就是vote.villa.gov 呢，去下载你的申请书。那下载这份申请书填写完成之后呢，邮寄回到我们的选民登记处。那目前呢，线上的申请书呢，有超过15种语言。中文呢其实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我非常鼓励如果身边有需要语言服务的，或者是对英文还没有那么在没有那么在行的朋友们，可以使用中文申请书这个部分。另外当你做了选民登记之后呢，如果你想要申请邮寄选票的话呢，那在费城每一个登记选民呢都可以透过邮寄选票这个方式来完成你的投票程序。那邮寄选票呢是一个安全可靠跟方便的方式，而且可以确保你的声音会被听到，而且你的选票呢会被计票。那申请邮寄选票呢一样有两个，第一个网络上就是一样上宾州的官方网站去登记去申请的话，它网络上的申请书我相信有英文、西班牙文跟中文版的。另外你也可以用邮寄的方式，那邮寄的方式一样到宾州州务院的网站去下载跟列印申请表。那其实在这个网页呢，你也可以要求如果你不直接下载的话呢，你也可以要求寄一份就是纸本的申请书给你。同时你也可以联络我们办公室，就是费城县选举委员会，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那我们也可以寄一份邮寄选票给你。目前我们办公室有的纸本申请书呢有英文、西班牙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跟越南语。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我知道就是这边的邮寄选票当大家收到的时候都不晓得该怎么做，那我这边有一个范本想要亲自示范给大家看。这个如果是你申请邮寄选票的人呢，你会收到一个这样子白色的信封，然后上面会印着你的官方选举选票。那当你收到之后呢，把它打开，里面呢你会收到四样东西。假设你是申请中文版的选票呢，你会收到一份说明书，这个说明书是中英文正反两面的。再来你会收到你的选票，这个不是这次的选票，这个只是我拿一个范本。那目前选票还我相信应该这个礼拜左右会寄出选票，如果你是申请邮寄选票的，那你会申请一道你会收到一份这样子的选票。再来你会收到一个蓝色的信封，上面印着官方选举选票，还有一个白色的信封，上面印有你的选民声明。那首先我的这一章里面呢也有提到，就是应该你收到选票之后应该要怎么做。那你要填写你的选票呢，请你要使用黑色跟蓝色的墨水。再来就是一般选票呢会有正反两面，你要确实确认你有正反两面都填写到。譬如说可能第一面是所有公职的候选人的名单，另外一面可能是这一次有选票的问题，所以你要确保你选票两面都有填写。那再来就是标示选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你不可以随意的涂改，因为如果你随意的涂改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你的选票无效。所以我这张说明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那个太紧张了。好，那就是你有看到我上面，
到时候呢，每一个职位上面都会告诉你，你可以选的人数是多少。所以如果当你看到不得超过两人的时候，意味着你最多只能画两个人，所以不能画三个人。如果你画三个人的话呢，那就代表你的选票是无效的。还有再来就是，通常这边你会看到就是有一个椭圆框框，是你用来涂，就是用来涂满的地方，那也要确保你只涂满这个椭圆色的框框，不能在候选人的名字上面涂写，因为这样子也有可能会造成你的选票无效。那在当你完成填写选票之后呢，把它按照你当初收到的方式折好，折好之后呢，先放入这个蓝色的信封里面，在这个蓝色的信封里面只放你的选票，其他的东西都不能放，只放你的选票。接着这边有浇水的地方呢，记得密封。密封好了之后呢，再把它放到这个白色印有选民声明的信封里面去。放进去之后呢，一样记得密封。密封之后呢，我这边有黄色 highlight 的地方呢，你要叉叉的地方呢签名，下面的地方填写你那一天要寄出的日期。确实，你只填写这个地方。如果你是自己本人填写你的填写你的选票呢，记得你只在这个地方签名跟标示日期。另外一边呢，是除非有人帮你，你需要帮忙，然后完成你就是帮忙填写你的选票，那这个部分是由帮忙的人签名。可是如果你是自己签如果你是自己完成的话，请记得只在这个地方签名跟标示日期这样子。那完成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寄回你的选票？寄回你的选票呢，有两种方式，一个邮寄，你可以透过到你家附近的邮局呢投递你的选票，可是你要在至少七天之前投递，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确保我们可以在5月16号当天或是5月16号之前收到你的选票。另外，你可以亲自到我们的办公室，或者是到时候你会在全费城市呢大范围里面，你会看到有临时移动式的邮寄投票活邮寄选票投递活动，或者是呢我们在费城里面有18个安全的投递箱，你也可以到这个投递箱里面去投递。那如果你要知道这些投递箱的位置呢，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查看，输入你的地址，然后它就会显示你家附近哪一些地点可以方便你投递你的选票这样子。接着这个是选票投递箱的样子，它是一个绿色的桶子，长得很像邮筒，可是它外面会标示譬如说是官方选票投递箱，会有这样子的字眼。所以你要确定，如果你是在5月16号当天或是5月16号前一两天投递的话呢，到这样子的投递箱去投递是最安全的方式。那一样，如果想要知道这18个地点呢，一样可以上我们的那个网站去搜寻。那等一下我会在分享过后呢，我会带你们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网页，那从哪里去找这个资讯。到目前为止还有没有任何人有问题的？像平说的，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你们可以打在那个聊天室里面，那之后就是我可以讲完之后呢，我可以回答这样子。如果没有的话，那我继续讲一下，就是样本选票。那所谓的样本选票呢，就是当
如果前面我们提到的是邮寄选票的部分，那有些人可能比较希望去投票站投票。那在如果你到投票站投票的时候呢，选举委员呢，还有工作站人员呢，会按照指示在投票站的内外，就是悬挂由投票机印出来的英文、西文版跟中文版的样本选票，供选民参考。那如果假设你们到投票站呢，没有看到样本选票的话呢，也请你们拨打215-686-8683，让我们的人员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尽快的去处理。然后所有的投票选区里面呢，都会提供英文跟中文版的临时选票，还有以及我刚刚有前面有提到，如果你是要申请邮寄选票跟确系选票的选民呢，你也可以要求我们寄一份英文跟中文版的选票给你。这个现在是必备的，因为2020人口普查的结果呢，就是费城讲中文的人口已经来到第三大了，所以依照法律规定呢，现在所有市政府，尤其是像选举这么重要的资讯呢，必须说一定都要有中文版的。所以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就是需要中文服务的，一定要利用这个部分。那我刚刚提到就是在投票站的话呢，到时候会吊挂就是选票投票机选票的样子，那这个只是一个范本给大家看，说到时候你们会看到，譬如说办公室或者是哪一个职称，那候选人的名字，那他的党派，然后以做选择这样子。另外这个是纸本选票的样本。接下来我想要提的是一个新的制度。相信如果你之前是到投票站投票的人呢，你会注意到当你报到的时候呢，我们使用的是纸本的那个登记名簿。那不过今年因为了要在选举日当天可以加快呢，更还有准确的进行选民报到的程序呢，我们将实施一个所谓的电子投票登记簿系统。那这个投票登记簿系统呢，可以等一下我的 slide。 好，那个 投票登记簿系统就是到时候工作人投票站的工作人员呢，会收到一个像 iPad 的东西，那这个登记簿呢，可以确保投票站的工作人员在选民报到之前，遵守跟邮寄选票交回，还有身份证检查或确认地址相关的正确程序，以便选民报到。那同时也可以提高选民报到的准确性和投票过程的更新。再来，因为所有的资料呢都是事先输入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根据选民登记的资料为基础呢，确保他们可以在正确的机器、他们正确的选区，以及如果他们有登记党派的话呢，可以在正确的政党上面投票，避免疏失。那因为这个是新的系统，所以我们有提供培训。那如果需要培训的话呢，都是需要预先报名的。那参加培训的人员，而且有在选举日工作的呢，都可以额外获得50元的津贴。那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或者是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呢，都可以查询到培训的时间，还有预约培训的那个地点跟时间这样子。接下来我的时代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可是最后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说投票站工作人员的部分。那你知道，其实如果为了要在选举日当天可以更顺利、更完美的完成整个投票的过程呢，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投票站工作人员呢，他必须是费城是符合资格的选民，而且也要达到一些我们对工作人员的其他要求。那主要的工作人员呢，有这几个人。第一个是选举投票站的主任，那他呢最主要就是负责监督
跟确保所有的选举过程呢都符合要求，而且如果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他是帮忙负责解决的。那他在选举日工作的报酬当天呢，可以获得205元。那除了这个投票站主任之外呢，我们另外有所谓的选举监督员，那其实监察员，所以选举监察员其实就是辅助投票站主任，可以帮忙注意一些，或是帮忙安排办事员，或者是所谓的双语口译员他们的工作内容。那办事员还有投票机的检查员，他们在选举日工作当天可以获得200元的酬劳。那一样有参加培训跟同时有在选举日工作的人员呢，都可以获得额外50元的培训报酬。那如果有兴趣的人呢，一样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去申请。我觉得对跟我们新移民切身相关的其实就是双语口译员。其实双语口译员的责任呢，就是透过翻译投票的资讯，还有在投票过程中提供口译，协助有需要语言服务的选民。我们知道社区里面也许有一些老人家，他们对英文可能没有那么的，尤其是选举这个东西有时候是非常专业性的。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口译员的工作呢，可以帮忙他们顺利完成他们投票的程序。那另外要确保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所有标示语言协助的标示呢，都会张贴在投票站的内外，那让有需要选民服务的选民知道说这个投票站或者是选举我们提供哪一些语言服务。那全市范围呢，其实有1703个投票选区，而且有超过700个投票地点，有可能每一个投票地点都需要口译员的服务。那如果有你知道你本身，或是你知道有家人朋友有兴趣成为口译员，然后帮助有语言服需要语言服务的选民呢，也请你们上我们的官方网站去填写那个申请表格。那一样，双语口译员他选举日当天可以获得180元的酬劳。那如果一样有参加培训的话呢，可以额外获得50元的津贴。那双语口译员工作的时间呢，是早上7点到晚上8点，其实就是投票站开放到投票站关闭的这一个13个小时之内这样子。那另外再来一点我要提到的，就是有可能双语口译员他有可能会支持两个选区，或者是他可能支持一个选区，可是他可能担任委员会的另外一个职位。那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最多这个口译员在当天可以获得最多获得295元的酬劳，就是不会再多了。另外这个是这次初选上面的职位，除了法官之外呢，当然还有跟费城市本身相关的，就是市长啊、选举委员啊，还有那个部分区市议员跟区议员的选举。那这个部分我就不一一详细说明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如果有兴趣要了解的民众或是朋友，你们可以我后面会留下我的联络方式，那你们可以写 email 给我，写邮件给我，或是可以拨打电话，我都愿意就是为大家解答。接下来美国每一个州其实都有他自己特定的选举制度或是选举方式。那我接下来想要分享的就是宾州的一个模式。那宾州呢是一个所谓的封闭式初选州。所谓的封闭式初选州呢，就是选民他只能选择他自己政党的候选人。我是针对初选为原则。意思就是说，民主党的党员只能投给民主党的候选人，共和党的党员只能投给共和党的候选人。那其他如果是没有党派的，或者是其他少数党的，是不能在政党初选中投票的。那如果你想要更改你的党派的话呢，一样就是跟选民登记的方式一样，可以上
宾州的宾州州务院的网站去更改，或者是可以到选民登记处，或者是我们位于市政府的办公室。另外，你也可以邮寄，就是下载你的申请书，然后一样邮寄到选民登记处，去做更改。那这个部分其实跟选民登记是用同一份表格，只是它到时候会有一个选项是说你要更改你的党派，那你可以就是在那边做选取这样子。这次公职的候选人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就是不分区的市议员。那所谓的不分区呢，其实代表的这些候选人他并没有限制他自己在特定的某一个选区，而不是像所谓的区议员。区议员的话呢，他是有特定，譬如说他可能有特定他是代表第一区或是第二区的。那所谓的不分区就是说他没有限制于他自己是在特定的某一个选区，那所有费城市的选民呢都可以投票给他。那5月16号的选举当中呢，选民可以选择投票给最多跟最少的候选人，意思就是0到5人。所以到时候你会在选票上面如果看到投票不得超过5人，那就是你自由选择，你可以投票给一个人、两个人，最多到五个人的意思。那每一个政党呢，他得票数最高的前五名呢，可以参与11月份的普选。所以这次的初选呢，你可能会看到，也许某一个政党他有可能推派十个候选人出来，那你就是从这个十个候选人里面呢，到时候如果是得票数最高的前五名呢，他会参与普选。那在市议员的竞选中呢，选民最多可以选择五个人。那市政府的选举委员呢，是最多可以选择两个。我相信很多其他的像市长啊，或是其他的职位呢，其实你就是只能投给一个人。那这个是市议员跟选举委员的不同处这样子。接下来我们刚刚讲的是初选的部分。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每一个政党得票数最高的前五名将进入普选，也就是11月份的选举。那在11月份的选举呢，就不受党派之分了，就是你每一个选民都可以选择投票给任何一个政党的候选人，然后再一样你可以投票给最多跟最少的。这个规则是一样的，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要投给零到五个人，这其中这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数。那在普选的情况底下呢，得票数最高的前七名候选的人将就是会获胜。那在我相信在不分区市议员的竞选中呢，每一个党派呢所提名的候选人是不得超过五名，意思就是说民主党他提名的候选人是不能超过五名。所以到时候如果选举完成之后呢，那他们当选的候选人也不会超过五名。那一样的规则呢是适用在选举委员会。那选举委员会的话呢，选民最多是选两个人，那得票数最高的前三名会当选。接下来我有一个表格，大概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流程。所谓的初选在市议员里面呢，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他们会推出他们的推出候选人，然后进入11月份的普选。那在11月份的普选呢，上面呢就是选票上面最多只有五名候选人，那当然就是11月份的选举呢，其他的少数党跟独立政党也会在这个时候加入选举。那不分区的市议员里面呢，总共会有七个名额，那每个政党一样就是不得超过五人。接下来是一样跟那个选举委员会一样，因为他们的规则是一样的，就是初选的时候，共和党跟民主党推出候选人，那接着进入11月份的普选。那这个普选呢，一样其他少数政党跟独立政党也会同时加入选举。那当选的标准呢，就是说每个
这个选举委员会呢有三个名额，有三个当选者，那每一个政党一样不能超过两个。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为了能够确实知道我们的语言计划或是我们的语言服务做得怎么样，我们部门最近打算成立一个语言服务咨询委员会。那这个语言服务咨询委员会呢，除了我们希望有中文有中文的人加入之外呢，我们还打算针对其他六种语言，像是葡萄牙文、俄罗斯文、越南语，还有其他三种语言呢，进行就是能够组成一个委员会。然后这个委员会的目的呢，其实就是针对我们选举委员的选举委员会制定的语言服务计划呢，跟提供指导建议跟反馈给我们，那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呢可以做得更好，更符合社区民众的要求。那如果有兴趣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人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填写网上的表格。接着我想要呼吁一下前面我说的，就是像刚刚平也跟大家分享的，如果你知道你身边有朋友还没有做选民登记的，或者是他做了选民登记可是他可能没有兴趣要投票的，请你一定要呼吁他们，跟他们解释或是让他们知道投票性的重要。而且这次是市政选举，所以选的这些人都是为了我们费城市的民众做事的，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还没有，或是你知道身边有朋友还没有做选民登记的，请他们要制定计划做选民登记，然后参与投票，然后站出来，因为每一票对民主政治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一定要，就是我也会不断的呼吁大家一定要投票，一定要确实的了解说这每一个我们选出来的候选人或是每一个代表，他都是代表我们的声音，他都是代表我们的意见，他都是代表着我们希望费城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城市，或是美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忽视你手上的那一票。接着这个是我们部门的一些联络资讯，就是如果你有需要一般资讯的，或者是你有需要数据啊，或者是你有需要一些其他的服务的话呢，都可以写 email 写电子邮件给我们。那我这边最后呢，我会留我个人的资料。我在选举部门呢，主要是做中文服务的。那我的电子邮件是在这边。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需要直接打电话的话呢，你可以拨打215-686-8683，然后按二的话呢，这个是中文服务专线，它就会直接转到我这边来。那我目前是在市政府1424，也就是费城县选举委员会办公室。所以如果你们随时有问题要问的，想要到办公室来找我，或是想要写 email 给我呢，都欢迎。我如果收到的话呢，我都会尽快的回复。接着我要分享的就是选民，我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呢会做几场就是选民登记的活动。那一场其实就是今天下午，我等一下其实分享完了之后呢，我就会到那个图书馆去，我会在那边从12点半到2点半帮忙做选民登记。另外呢，4月21号星期五跟4月29号星期六呢，下午3点到5点呢，我会在金鼎海鲜一样就是做选民登记。那其实这三个活动比较针对东北区，因为我平常都是在市政府那边，所以你们随时都可以到那边找我。那这个是针对东北区的活动。再来就是我前面有提到，除了你可以到你附近的邮局呢寄回你的选票呢，还
可以透过那个 投递箱之外呢，那我们也有临时性的那个邮寄选票的投递箱。那5月13号星期六的1点到3点呢，我们一样会在金鼎的外面放一个投递箱。所以如果你有知道朋友是住东北区，然后他不知道怎么交回他的选票的话，也可以在这一天到那边去投递这样子。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提问。OK， 谢谢Yu Shan。有些人就说你讲得很好 ，OK， 好明白，OK， 谢谢。可是我就是想说一个，就是因为你可以说一些你们的网站吗？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些网站，就可以 share 你的那个网站，让大家看一看这个网站。因为要找东西、找资料的话，可以怎么去找？对。然后就像刚才你说的，今年是投票投谁呀、啊？投哪些职位？你刚才也说了，有些人不明白他这些职位是有什么，他们是帮忙做什么的。所以这些资料可有没有在你们的网站上？会不会有这些就是说明这些职位是怎么做的，就是因为很多人，我们经常有些人就说，我都不知道投谁 ，OK， 我都不知道这些老外的名字，我都不知道他是谁。那么，因为他们想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你有没有什么好的网站，这些资源让他们可以去看一下。好，那让我再分享一下我的荧幕。这个呢是我们的网站。那这个是英文版的。那你在右上角的部分呢，你可以选择语言的切换。所以目前除了西文之外呢，还有中文版的。那我要先跟大家说的就是我因为我是去年九月份才加入选举部门的，所以他们这个中文版的那个网站呢，我也还在慢慢的更新当中，所以就是可能有不过大部分的内容呢都是准确的。那我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说假设你要知道选这一次的公职候选人有哪一些的话呢，你在投票的底下呢，你会看到公职候选人。那你点选进去之后呢，他会告诉你就是主要选的职位，还有就是候选人的名字。那目前呢，我们部门呢，其实最多就是只能提供这么多讯息，就是告诉你他的党派，还有他要竞选的职位，以及你到时候可以投票的数量是多少，还有是哪一些候选人。那如果有想要更进一步知道这些候选人他的政见，或者是他主要这个内容是主要他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我相信社区里面应该有一些非营利组织，或者是有另外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好像是 70 committee 还是什么之类的，他们应该有提供类相关的资讯。那再来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到每一个候选人的竞选网站去阅读一下，或是去查询一下他自己的政见，譬如说他是支持什么，或是他是反对什么，然后透过这些方式，然后稍微了解一下之后呢，选出几个，或是选出一个比较符合你理念的候选人这样子。那接下来除了像我刚刚说的像你要登记投票啊，或是邮寄投票，都是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找到相关的资讯。那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你在投票底下的邮寄投票呢，你可以找到，譬如说选举办公室或是邮寄地点这一个部分的话，你点选进去之后呢，它会显示你这样子的内容，所以你可以按照你的地址，譬如说你打你的地址进去之后呢，它会显示在你家附近可以投递的地点。那另外我看一下。等我一下。
所以余山在找的时候我也说啊，就是除了费城这里的话，宾州他们也有一个网站是关于投票的啊，所以啊，可是啊，可能就是如果是在费城的话就可以想去费他们啊，余山他们这个费城啊 City Commission 的网站，可是如果你不是住在费城的可以想去宾州的那个网站啊。然后我就是想再提一提，就是说这个选举不单是选这些就是这些就是市长啊其他的职会里边还有一些，我不知道有没有 ballot questions 啊，是不是啊余山有没有，就是有，对对，就是可有一些 ballot question， 就是有几个问题是非常跟我们相关生活上相关的，就像之前有一个选举是说你要不要你应回警察可不可以没有理由去就是拦截一些开车的人 ,OK, 所以这些问题都会在这些选票上是跟我们非常相关的，所以就算你说你不知道投谁，可是也是应该要去把这几个问题填了，因为是非常跟我们密切关系的。对，那这一点的话针对评分享的我想要再分享一下，就是我刚刚有提到五月份的初选呢，其实是主要是所谓的主要党派的选举，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本身是没有任何党派的，那其实你一样可以参与投票。那参与投票的方式就是选择选票上面的问题，因为像平说的，这些选票上面的问题呢，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他有时候可能提到某一个部门也许他要增加税收，或者是这些都是跟我们有关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无党派没有登记党派的选民，还有就是一般少数党的选民都是必须不能说必须，而是可以在选票的那个问题上面做出那个决定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呼吁大家的，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登记政党，可是初选你一定要参与，因为每一次的选举里面至少会有3到4个选票的问题是跟我们相关，它有可能跟市政府的营运，它有可能跟市政府的税收，或者是它像刚刚平讲的，有时候可能是警察方面的问题，或是各个部门方面的问题，那其实都是我们都是有资格发言的，所以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对这些议题的想法是什么这样子。那我刚刚另外就是在我刚刚提到投票站工作人员跟双语口语员，那你在这个部分你也可以去点选，然后看投票站工作人员应该要怎么做。那我相信投票站工作人员的话呢，他也会稍微解释一下，会有更详细的内容，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填这一个列表。那一样目前也有中文版的，所以可是我相信我自己本身是相信，如果是成为投票站口译员跟双语口译员的话，基本上都是白领国，所以这个英文的 barrier 应该对我们来讲不是太大的问题这样子。然后再来，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我们作为费城的选民到底有可能会选出哪一些其他的职位呢，那你在候选人的部分呢，候选人的下面你可以看到竞选公职。那这个看一下，对，那所谓的竞选公职呢，你可以看得到有可能将来作为费城的选民你都有可能要选举的名称的公职。因为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说美国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主国家，因为它上至总统，下至投票站工作人员或是投票站主任其实都是民选的。然后这也是为什么费城呢，或是在美国一般来讲每年都会有2次选举，因为他每一个公职的任期都不一样，然后所以他变成是他一直连续的选举，那固定五月份都是初选，然后11月份都是普选，就是所谓的11月份就是全民都可以选这样子。所以这是大蛮很
有一些人不知道的情况，因为当我分享选举的时候，他们会说怎么又要选，就是怎么又要选举。可是这个就是美国的选举制度，因为他们希望把这个权力或是这个决定权交给人民，所以当人民有这个权利的时候，我们也要好好的利用。嗯哼。谢谢玉山。我就是也想就是给一些就是感想，就是说这个投票站的工作人员还是翻译员，其实17岁以上都是可以去帮忙的，所以家里有高中生啊，他们其实是可以去就是去参与这个过程，让他们提早了解这个投票的。然后还有就是希望我就是感觉有很多人是我们其实有些中国人是登记了投票是选民来了 OK， 可是我上一次选举的时候我就特意请假了，我就去东北区的一个投票站里边就吼议员 OK， 可是当时只有手指可以数出来的五个吧，可能就是只有一整天的时间我在哪里十个小时OK， 好像不止十个小时吧，12个小时好像 OK， 就只有五个，好像差不多是五个中国人住在东北去进来投票 OK， 可能有些已经邮寄选票吧 OK， 可是就是感觉我自己感觉就是原来我是特意请假去帮忙去做翻译的 OK， 可是其实有很多人都没有去来投票，可能投了我不知道，就是希望真的去鼓励这些人去投票。OK， 我看到有一个问题说，工作人员、翻译人员需要是美国公民吗？工作人员的部分呢，我相信是需要的，因为他必须是费城是符合资格的选民。那你知道，如果你只有绿卡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投票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登记选民，你必须是公民你才能够登记选民，所以工作人员是需要公民，可是翻译人员的话是不需要的，因为就像我们之前有遇到可能是来这边念书的学生，那其实他只要有合法的工作权就可以当翻译人员这样子。OK， 好，那么还有没有谁是有问题啊？我知道有些人说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我知道我之前我的老板他说好像 CCP 不是他们是不是 CCP 还是哪里，好像五月份我忘记是哪一天了，是会有一个实展平台让他们去发言的我忘记是不是 CCP， 我如果有知道的话我们会在微信里边分享的对。我想应该是4月29号那一天，好像对，是在 CCP。OK。如果我有找到资料的话，我可以跟你分享，然后你可以在你们的那个微信平台里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样。对，我问过他有没有语言翻译的，他好像说会有的，我不知道确不确实，可是我会找清楚资料，然后再分享给大家了。OK， 好，谢谢玉山今天回答了那么多问题。最后我想问一问，还有没有谁是有问题的？非常感谢大家，就是跟着我们这一个小时了，都 OK， 还有十几个人，对，还有没有谁是有问题？对，一个没有问题的和我玉山，你之后可以把这个PPT 分享给我，然后我就会放在我的 list 里边，然后。我周五的时候会做一个 recap， 就是把这些PPT 还有 recording 可以分享出去。好，谢谢你，谢谢大家。OK， 好，谢谢，拜拜。拜拜。